马来西亚华人中学在董事长陈大景率领下，包括校长黄真玉在内等23位老师组成教育考察团来台湾参访。行程中最重要的一站就是前往侨委会拜会，接见访问团的副委员长田秋瑾，对于马来西亚华裔子弟常年踊跃赴台留学深造，提升华人在当地社会地位，表达肯定之意。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这个念书的学生，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侨生的这个核心跟主干啊。那我自己在这个过去当立法委员或者是在民间工作的时候啊，也遇到过很多在留在台湾发展非常优秀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朋友啊，有医生啊，那有教授，那真的是也成为台湾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精英。校方也准备了简介影片，透过拍摄学生的校园生活，让侨委会更加清楚学生学习状况。这次参访一行人也将前往台大等各级学校，并参与翻转教室与阅读教学的培训，提升教学专业技能。海外的这个独中华人独立中学有许多这个老师在这方面希望侨委员会的这个协助跟帮忙。当然侨教的这个政策的成功也吸引了许多这个海外的这个学生，尤其是这去年有14000多人，就比前年增加了14.7%，所以这个振兴的这个政治体系啊，这个宪政体系啊，假如能够延续过去的那种这个不变的话，我想啊，往后的合作发展啊，可能是会取得一个双赢的政策。田副委员长和团长互相制赠纪念品，透过与侨委会意见交流，校方以实际行动与台湾方面保持密切往来，希望为马来西亚华人子弟打造更优良的侨教环境。台湾宏观电视陈玲文、钟金刚台北采访报道。